那我们既然都对于这个药师佛的十二大愿也都有个全面性的了解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经文里面的悟三结成妙愿。这里面呢，经文曼殊师利，是为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印证等觉行菩萨道时所发十二微妙上愿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请问世尊，那世尊呢在回答药师佛的十二大愿之后有结语，他说以上所说的十二大愿呢，曼殊师利就是文殊师利，这个就是相法时候的应该学习的这个药师法门呢。那这些愿是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印证等觉，也就是药师佛他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十二微妙上愿。那这个微妙的上愿，我们读这个好像都是在物质上的嘛，事实上这是标跟本都有的大医王，因为他总是会讲到最后那能够修行得证菩提，并不是在讲我给你物质上的什么就好了，我给你什么样就好了，我们常常就没有读到它深层的意涵。那这个讲完了之后就要再来讲一下这个药师佛果德，那果德里面呢几一说略直广。复次曼殊师利，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所发大愿，即彼佛土功德庄严，我若一劫若一劫余说不能尽，然彼佛土一向清净，无有女人，亦无恶趣，即苦因生琉璃为地，精神戒道城阙宫阁轩窗罗网皆七宝城，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。这个地方啊，就要讲文殊师利啊，这个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他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这十二大愿，那他的佛土是圆满的功德庄严，因为诸佛啊他发愿，然后就一愿一愿一愿次第的去圆满他。那这过程呢，菩萨道的修行啊，我若一劫若一劫余，不止一劫的时间，我都要来描述这个药师佛他在菩萨道所发的愿有多殊胜，他多慈悲，那佛土有多庄严，我都没有办法完整的来描述，一概的说给你听。这个劫的时间概念啊，劫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他们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来 的一个单位，就叫劫。那佛教后来沿用它，也是把它定义为不可计算的长大年月，也就很长很长很久很久的时候时间。那我们中国话的话就只有勾扎勾扎，对不对啊？就勾扎勾扎，就是过去过去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没有办法再说一个时间点了。但印度它是有个单位，它是用劫。那这个劫呢，在经论里面讲常识之劫，常用于说明世界之成立破坏的过程，所以有劫初劫末。那每一劫呢，又有分大劫、中劫、小劫。那这个时段呢，里面呢，又有分增劫跟减劫。那经论里面有讲哦，这个劫啊，多久的时间叫增劫，多久时间叫减劫。所谓的减劫，说人寿啊，从无量岁减到十岁，事实上就是环境越来越恶劣嘛，然后慢慢的生存的条件越来越差啊，人减到十岁啊，这个过程减到30岁的时候就出现很多天灾，那也有一些人祸，也就是战争嘛，这世界有了一些不好的呈现，变化，成住坏空嘛。然后增劫呢，人岁又从10岁慢慢增到八万岁之间。那现在我们不是大家都知道地球
有了一个大变化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太空啊，这个是一个运转嘛，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运行的这种规则。那这些呢，跟着你的啊，就是我们的地心引力跟星球之间的互相的拉力，人体情绪、精神、物质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变化啊。人心呢又自私自利嘛，所以就增劫减劫当中，它有大三灾、小三灾。那你看佛经啊，世尊当时两三千年，他就讲世界有成住坏空，多久有大三灾？那怎么样有小三灾？那众生在读这个的时候，不会真实的去知道佛说的是真的话。可是到我们慢慢去证明，确实啊，你多久几百年有瘟疫啊？过去是不是有鼠疫啊？还有中国也曾经有，流行病啊。中国在上这很早期的时候，汉朝啊，更早一点了。那时候有伤寒呐、啊，哦，那个根据那个史书记载啊，整个村子啊都死三分之二，人都这样，伤寒叫感冒哎，像我们现在啊叫感冒，可是当时就是没有特效药，就像传染病一样。那欧洲也有啊，那黑死病啊，那个都是叫瘟疫啊，多久的时间？然后风灾啊，水灾啊。就几百年呢、啊？多久是不是有风灾、水灾？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灾都重叠在一起？其实世界在变化，人心也在变异当中。那所以自然的条件都被人类破坏殆尽了，所以它自然就会有呈现这些嘛。那这些其实在经典里都一一记载。那就人岁啊，过去的人啊，几岁啊，尺寸多高？那我们现代人。这只能用现在的想法。那我们现在平均年龄七十几岁嘛，还不到八十嘛。那你读那个古文里面的记载啊，皇帝啊、夏商啊、尧舜啊，开始从尧舜，他们都是一百多岁呢。他们那时候真的就长寿哎。那真的就是人也比较高大。人也比较高大。现在的人其实免疫力啊，或是身体的结构都不够扎实嘛。那古早人拢压低头啊，是不是上山下海啊，都是勇猛的。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疾病没有特效药，没有抗生素，所以有些时候疾病就能击倒。那可是他们的身体结构是比我们扎实。现在的疾病啊，精神疾病、啊。很严重啊，忧郁啊，躁郁的一大堆啊，是不是？以前呢，几百个人生活在一起，也没见过什么恐怖的冲突事件。现在啊，一个家庭里啊，一二十个人就开始很不得了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家族里面呢，才没几个人，一个家庭没几个，冲突也是连连。所以精神层次就讲啊，慢慢呢、啊。末法的时候，人呢、啊、就是会斗争，人心就自私啊，言语上啊都会保护自我，事实上就是这样啊。那修行啊，一定要好好修行啊，戒定慧啊，生口意啊。那如果说大家愿意接受药师佛的指导啊，那照着他所行的菩萨道啊，这样我们也去学习，那我们当然。就有不一样的修为，那如果愿力一致，愿力一致，那我也想往生到药师如来的琉璃净土，那去那边当药师佛的弟子，接受他的指导，那自己也发愿到自己应该圆满的地方，自己应该度化众生的地方去行菩萨道，最后也是一样能成就佛国净土了。那所谓诸佛的净土，在经典中有好几种说法。那我们这里是秽土嘛？那世尊这个释迦牟尼佛到世间也是一样，八相成道，度化众生，自己住常寂光。
那每尊佛他的成就道业都有他的愿，那药师佛呢，其实他度化的众生里面有没有三途苦，我们从第一愿是不是他 看到他自身放大光明，那上让这些冥界的众生啊、畜生啊等等的这些看到他都能够发起清净心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度化的众生是不是有很多这些脏污的、啊、贫穷的啦、盲聋喑哑啦，然后这些啊，还有所谓的官司缠身的啦，到最后连衣服饮食都没有的众生，他度化的众生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？是不是他行菩萨道都是在这样的苦难的地方？那他成就的佛国净土却是什么？无有女人，亦无恶趣，没有三途苦，也没有女人，这是一个精神的层次。比如说你今天跟药师佛相应的时候，你的身心是洁净的，你的愿力是宽广的，那你来看众生只是会看到他的佛性，不会把他看成是恶的。那你在清净看人、看所有的众生的时候，现在的样子，我们里面不是有一个女人五恶啊？那几个篇幅，我们不是讲介绍很多女人该修为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药师佛，他并不会摒弃，他并不会鄙夷任何一个这个地狱众生、畜生或是女人，不会。所以在他们的眼里呢，就看到佛性。那如果你相应，那你自然就能够往生到这样的一个世界，因为你的身心啊是洁净，你也没有那些女人的习气啊，你也没有那些众生的贪婪啊，地狱众生的嗔恚啊，你也没有那些所谓愚痴的想法啊，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感应，就是自然相应到那样的世界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资粮，你就会有那样子的环境，这是正报依报啊。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那这个药师佛的世界呢，跟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，是一样的殊胜，没有什么差异的。其实所有的佛，诸佛成就的佛都是圆满修为啦，他要度化众生都是在最苦难的地方去度化众生，可是他自己呢，自己成立的佛国净土就是佛学院，是不是根据他的福报，根据跟他相应的众生，你愿意来上课，你愿意来上课，是会相应于我的资粮，然后施设方便一个好的、最好的地方来让你在这里安住，来这里学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外围啊，我们听到诸佛的愿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在苦难。可是当我们的心一转，当我们的资粮够啊，我要去那里上佛学院，去到那里免缴学费包吃住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一切都安然啦、啊。因为你如果能够学菩萨，根据佛菩萨他们的愿力，根据他们这样而学，你是不是会超越？你对于衣食饮服、衣服饮食所有这些粗糙的欲望，是不是都会超脱出来嘛？你超脱出来之后，你死亡的时候，或是你要往生到哪里去，下一辈子你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粗糙的条件。你因为有这样的执着，你就会执着在这里面。就像上一堂课我们讲啊，如果你有长辈往生，他跟你说他没衣服穿，就表示他一定是在某一道嘛。他没饭吃，就表示他一定在某一道有色执身，有那个欲望，有欲念感受到不足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梦过家里人死了跟你讲说，我在天上啊，你给我送天衣过来，有这样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重衣，所以他们感得的衣也不会有怎么样，就是随他的意念的欢喜，他的果报就有了。他会跟你讲，我家门口是最好家欠长啊，你给我上长啊来。不会，知道吗？因为他思一得一，思十得十，他是意识，他已经是意识身了。
他不是粗糙色质身。那你如果学菩萨道，你学发这个菩提心，它是无形的。可是它这个整个是不是法身功德啊？它不是色质的那种执着，它法身功德的状态之下，都是感得最好的，哪会有不好的？自然呢，你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也是这样啊。你本身要有那样子的提升，那不管如何，那边的环境，不管是城池啊、屋子啊、高楼大厦啦、窗户啦、等等的啊，庄严的罗网啊，都是会有一些庄严的东西啊。那这个地方啊，像罗网啊，我们在经论里面有，可是我们中国比较少用罗网啊，所以这有一些是表法，表，这是代表一个譬喻的法，那表示它最珍贵，什么都是最好的，最圆满的，所以他讲七宝嘛，都是七宝成的啊，金银琉璃啊，琉璃属青玉类，青色的玉啊，玻璃。玻璃叫水晶，有赤白等，有赤色跟白色。砗磲啊，砗磲呢，就跟大家容易跟玛瑙混淆。其实砗磲就是贝壳类的，是大蛤或白珊瑚之类，就是好大好大的，那是叫砗磲。赤珠叫赤珍珠，玛瑙啊，玛瑙啊，跟现在的玛瑙的想法不一样，玛瑙是深绿色的玉。就像翠玉这样子啊，那叫玛瑙。《法华经》里面呢，讲到七宝是金银琉璃、砗磲、玛瑙、珍珠、玫瑰是七宝。他这里讲，药师净土跟西方极乐净土，它的庄严是一样的。那当然，我们只针对于药师佛的十二大愿而解说。那《药师经》的后段有谈到，如果你在世间修行，那不管你是哪个法门。啊，你是药师法门啊，最后你想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那么就会有八大菩萨来带引你，为你指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所以是东西皆通的啊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决定性，你没有决定说我要到哪里去，那因为你修药师法门，你一定会往生天界，就是人天呢啊。那事实上，药师佛的这个愿呢是。非常的现世，也就是说，其实看起来是不是就像我们的世界？所以他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介绍？因为药师佛的药师法门，他都是在度我们这样条件之下的众生嘛。所以这里面呢，这么多是不是就是我们娑婆世界所呈现的种种？那释迦牟尼佛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其实都一样啊。所以佛都是要告诉我们要帮助众生呢，要帮助众生，然后你最后才能成佛。那你自己所住的长极光的世界，这是你自己安住自受用的。那你要施舍给众生，当然就是众生想要的最好的。所以净土都是在讲啊，没有污秽的东西啊，无有女人，因为女人有分别见啊这些啊，所以都没有这些负面的东西啊，那就是。给让众生你来这里学习，那你的精神层次还没到达佛一样，可是是不退菩萨为伴侣，你到这里来学习，所以叫佛国净土。好，这里面呢，翻到36页，对于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有一些描述，这是补充，极乐净土这个即指阿弥陀佛之净土，又称极乐净土、西方净土、安乐国，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称呼。自此世间向西而去，经过十万亿佛土之彼方，即为极乐净土。在《阿弥陀经》中有详细之解说，而阿弥陀佛今仍在彼处说法，据《无量寿经》等所载。往生于该佛土者，深受诸种快乐，例如身上有如佛之32相。所以阿弥陀佛是不是也32相？是啊。那我们这个药师如来是不是也32相？是啊。所以诸佛是不是都是32相？没有高下分别的啦。且具神通，五官之对境非常微妙，心中舒畅清凉，在心中闻法，供养佛陀即得开悟。
然在该净土中有所谓边地、宜城、胎宫等处，乃未怀疑阿弥陀佛之救度者之往生地。也就是你信心不够，那你的修为不够，那当然就在旁边，还没有办法进入到中心，这样子。其实所有的佛国净土描述的都差不多。那他佛他在菩萨因地跟救度众生各有别院，那自己所住的跟度化众生净土描述都是差不多。你要往生的话，你要求愿，那你要意愿，那你当然要跟这个诸佛相应，一定要跟他愿力一样，跟他慈悲一样，跟他所行之事是差不多的，就能相应。那接下来我们把后面的经文介绍完，这悟三里面的赞半贤主，于其国中有二菩萨摩诃萨，一名日光遍照，二名月光遍照，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，悉能持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正法宝藏。那这里讲啊，日光啊菩萨跟月光菩萨就是药师如来的左右胁。那像西方三圣的话，我们都知道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。那这个日光菩萨又叫日光遍照菩萨，是药师如来二胁四之一，身呈赤红色，左掌安日轮，右手执曼珠赤花。那也就是这里有个日轮，然后这里有 一个日花，这个花这样挂下来在旁边。月光菩萨又在另外一边，他与日光菩萨同为药师如来之胁侍。据药师如来本愿经记载，此菩萨与日光菩萨共为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，也就是那里有好多好多的不退菩萨，那日光跟月光菩萨就是那里的主要带领居上位之菩萨，次第补佛处，也就是补处菩萨。那这补处菩萨就是他的修为已经差不多就是要成佛了，这样叫补处菩萨。另一修药师仪轨不谈法所载，月光菩萨身呈白色，呈于佛额座，手持月轮。这月光菩萨身上是白色的，那这菩萨都有特别的这个告诉我们娑婆众生，我们认知的时候他就有特别不一样的色泽，或是他所持的法器，那这是让我们众生来分辨。啊，事实上我们是不是看到观世音菩萨有不同的像，所以有32种观音，33观音，有的讲32有33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菩萨没有固定相状，他们都是发菩萨心啊度化众生，应该怎么相应众生就相应众生，但是我们都还是会有一个标准的想法。那你心中的观音是坐的还是立着啊？白白飘飘的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他的观音就骑着龙，有的人就有净瓶滴着水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有的观音啊，是长得这样圆嘟嘟的，很好看，南海观音就这样。有的观音就瘦瘦飘飘的，看起来年轻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众生心中的菩萨，就相应自己心中的相。那真的要度化你的时候，他有时候是呈现一个老者，那可能有时候是个小乞儿，怎么知道呢？那这个上面就是其实是这法啦，这相应是清净法身的法。那所谓的上首是什么意思呢？即大众之中位居最上者，就是带头的、领头的。于佛世时即有此称，上首一词散见于各汉译经典中，后于禅林里兼以首座代称上首，而其推重之意不变，也就是他最重要，就在这里面呢，所有一起在学习的人的班长，这样的意思啊。那这里面呢，讲到这两位菩萨，他能够持守药师佛的正法宝藏。所谓的正法，其实前面我们也读过，真正之法，也就是佛陀所说的教法，
世上佛陀所说的教法跟药师如来所说的教法有没有一样？是一样的、哦、又作白法净法或称妙法，凡契当于佛法正理之法皆称正法，也就跟佛所说法的内容相契合的就叫正法，如不取不着之法门，大菩萨之法。那世俗的正法就讲名句文身及经律论，我们讲啊，正法以世俗来讲，是不是就是文字般若经律论？那事实上佛讲的正法，你要契入正法，是在讲要契入圣义正法。圣义正法就是无漏的根利觉知，就是三十七道品。那你要修正，你要修行啊，而正入那个才能叫总持啊，那个才能叫说能够持能总持，就契入正法。所以教正法就是世俗的这些经律论，正正法也就是正入圣义正法。那所谓的宝藏呢，就储藏珍宝的库藏，比喻嫉妒众生苦厄的妙法，又称法藏。那又比喻我们本来的自性，也就是佛性，这个就叫宝藏。所以呢，这两尊菩萨能够持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正法宝藏，是不是契入佛性？那也有度化众生的所有妙法啊，就表示这两位菩萨的功德跟他的正量。那因为这是十二大愿的结尾，所以快速的带领大家读过，也是圆满啦啊。那毕竟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药师佛有这个愿，众生不足嘛。你今天会发愿要帮助什么人，是不是什么样的众生，是不是因为他不足？所以这些众生，当我们看到啊，真的我就是这种人，他需要来帮助我，就表示我不足，是不是？那我为什么不足，就要了解因缘果。所以我们用因缘果的角度，是要知道我们最原始为什么会不足，是我们的因地不真呢，我们造作太多。所以从因缘果里面知道我应该补足，我应该修正，然后呢又看到菩萨佛菩萨的慈悲，他们的愿力，我应该学习。所以这有好几重啊，第一看到我的不足，因果论；第二我要学习菩萨的行经；第三我要证入菩萨的正量；第四就慢慢开眼了，我也要发跟佛一样的愿力，于是有能力从自己学习证悟开始去帮助别人，到最后所有的一切众生都能如佛，都能成佛，我也能成佛。那最后一段，劝信愿生彼，是故曼殊师利，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应当愿生彼佛世界。所以呀、啊，如果我们要生净土的话，那你就要有愿力呀、啊。那这个愿力啊，你读药师经跟最后你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龙一通，后面的经典告诉你，你药师经的话是不是会发菩萨道，行菩萨道，在世间度化众生，可是你的愿力在西方极乐 OK 没问题，八大菩萨会引你过去。那你说啊，我的愿力在这个药师琉璃净土东方净土啊，也 OK， 你自然能往生净土。我都没有愿力，那你的果报在人天是非常的圆满，满众生愿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照着菩萨道这样走，资粮一定够。因为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讲不能少于福德因缘？那你修药师法门其实就福德因缘，它本身是相辅相成的，其实是一致的。世尊其实没有把经典说的你这讲的我这讲的都也一讲的都也同讲，叫众生讲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修为里面，你在处什么世界你就该怎么修嘛。你的行为是不是以药师如来的这个药师十二大愿的行为现于世，现于世间？那你的内心呢，又是自性弥陀，我们清净的自性要显扬，是不是就是内心是不是极乐，是不是在呼喊自己的自性弥陀法身佛，是不是这样？
所以在我读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冲突，我就不知道你冲不冲突在我读这个是一点都不冲突。你在所有世间所做这些事，说实在菩萨道都嘛是一样，都嘛是一样啊。你心念里面是不是清净啊，就住在净土，往生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还没有再回哪个娑婆去度化众生，哪个你因缘所到之处度化众生之前，是不是就是在净土修行嘛？啊，那个过程就看你是哪个净土，佛跟佛所说的都一样啊，因为他描述净土也一样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是故我们要有应当愿生彼佛世界。所谓的愿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心中欲成就所其目的之决意，就是我想要到达的这样的目的。那我的心很强，特指内心之愿望，如心愿、志愿、意愿、念头、念愿等。佛菩萨皆于发心之初，至求无上菩提，就是上求咯。欲度一切众生，就是下化。此类誓愿称为宏誓，又称为总愿。其实大家是不是都一致啊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众生能度完吗？当你心中有众生，你就会，当你心中到最后看到他的佛性，尊重他，众生非众生呢，那最后你会发现度他是开始的自己一个善因缘，到最后是不是要自度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换成什么？自信众生誓愿度，开始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后面是自信众生誓愿度。那当然呢，佛道誓愿成呢，所以从最初一直到佛道誓愿成，如四弘誓、二十大誓等。同时佛菩萨亦发愿清净佛土，成就众生，此类誓愿虽通于一切佛菩萨，然依众生之意乐而有所不同，故称为别愿。也就是他成就的世界，那众生有相应而不同，如阿弥陀佛之四十八愿、药师如来之十二愿等，盖果虽由行所招致，然若无愿，则其行亦无法到达所其之目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愿的话，那就是没有标的，没有完成嘛。所以要有愿，要不然你没有愿的话，你做一做啊，欢喜得喝，快乐得喝，就是人天，你没有去想到出离啊。故知凡佛菩萨修佛道，一心誓愿成佛者，则不可或缺愿作佛心，就是你要愿作佛的心。若誓愿教化众生，则须具有度众生心和上济之二种心，略称为愿作度生，就是愿作佛、愿度生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才能成佛啊。有的人说我要上求佛道，我智慧要跟佛一样，我不度众生，不可能。你智慧跟佛一样，就是度众生，处理完你说该度的所有的众生，你才可能真的成佛，那个智慧才会跟佛一样。智慧是要从实践中去体得的。所谓的愿生呢，就是愿求愿往生净土，就是求愿往生净土，全称愿往生。后面若欲往生于西方阿弥陀佛之极乐净土，称为愿生西方。如愿上生于弥勒菩萨现住之兜率天，称为愿生兜率。那当然呢，这里如果你愿生东方这个琉璃净土，那当然就是愿生这个琉璃净土，对不对？那同学，这个我们今天把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圆满了，这个经典是不难呐、啊。那但是呢，我们说诵药师经啊，或持药师经，有没有所谓的感应道交？这感应道交并不是说，哎呀，我诵一诵，这边吹气听，说吹气说没听啊，不是这样。也有人是这样啦，但基础上来讲，就是你心中对这个疼痛的感觉有一个不一样的发现，有一个不一样的发现，那你也了解因缘理应该怎么办，于是你处理它，就会产生智慧去处理它。那有的人在读这些
比如说药师十二大愿就读药师经的时候，就希望啊，我在胃疼，胃就疼，哦，有师傅来进来救我啊，胃疼，胃变得无去。很多人他是希望现况中把我这个病摘除，我来电谁接流呢？有师傅你半夜来搞我开刀哦，这个可能很难到达，这个可能很难，因为我们把它像化。我们把它形象化，知道？那这里面呢，比如我们解释这么多，我们有什么样的疾病，是不是？那你最后会满你的愿，这个疾病消除，它不是一下就消除了。你一定要懂得，所以药师经的后段，它还有你要持咒啊，清净水啊，咒108 啊，甚至于你要点药师灯49盏啊，放生啊，49类九种众生啊，是不是都还有这些？所以有没有说我念药师佛，我来得几粒瘤癌哦，你要给我退掉？那他干嘛还跟你讲你要点药师灯，你要好好精进，你要请这个三宝的僧众啊供养啊，请他们奉送啊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49遍，就根本就没有这些，对不对？你要直接呼唤你药师佛，你就要帮我开刀。所以这里面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知正见啊。完整的了解，说佛啊，你持诵啊，我的名号或是读这个经，基本上都是要开发智慧，都是要知道你有业果，你都要修行，你有发愿，冤亲债主跟你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些妥协，然后你自己去做啊，慢慢这个病才会不见。那有的人说啊，我持药师经哦，我要卡困哇，因为你心变了，你是心变了，那你对于病的态度。跟自己生活里面的条件也有一些新的解读。那话说啊，我看着老人家啊，人老都有病嘛。爱本来就吃大啤酒。啊，吃大啤酒就感觉大啤酒水真好用，阮孙若惊到的时阵特别好用。可是自己老化呀，老化到某个程度啊，这个大悲咒好像没有办法即刻的给自己身心安泰呀。啊，就有人跟他讲，你得转。你来专做药师佛，因为呢，佛哈比菩萨较大尊，有人就这样讲啊。于是这老人家，他就开始啊，吃诵药师经啊，吃药师咒。啊，药师经吃药师咒，他老化还是持续中啊。你说可能老化就不见吗？他老化还是持续中，那身体啊总是会有一些老而这个沉住坏空。带来的一些老化的疾病，他就是奇说，我感觉这药师佛跟这观世音菩萨差不多呢，我病也是不较好，这种的想法这是世俗的，就是世俗的。诸佛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要有那个因缘呢，我们今天是业障病，这种病可能因为你诵持回向中间会发生，你发愿而这个病会不见。但是如果是我们所谓这个业障病还有两重，第一重就是说鬼魅式的业，那种鬼障的病，你可能诵经持咒可以解决，因为你有回向发愿告诉他道理。那如果说是你本身机体上里面的，你就是已经重报轻受了，这个病啊就是已经缠身了，这已经是现况了。你说要这些佛菩萨马上把你的病捏去，那就不就没有因果了吗？而你的造作都不算，这是不理性的。所以佛经里面呢，我们读它本身就是有一个道理在背后，它的因缘果。所以你现在什么状态，你要好好修行，好好修行，你慢慢心念呢，对它是看法不一样，那你慢慢就会转。那今天我们药师如来十二大愿至此圆满。